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《吞噬星空》，作者我吃西红柿，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。第998章，罗峰看着对面的摩罗萨，摩罗萨依旧是一动不动。忽然，他胸口处浮现出七三点水痕印记，随即印痕潜伏消失。成了。罗峰看到那界兽胸口的水痕印记出现，也很快感应到摩罗萨灵魂，不由大喜。摩罗萨则是眨巴下眼睛，愣了许久，喃喃道：“我才是最后的王。”该醒醒了。罗峰道：“明明我从你手上逃回去的。”界兽摩罗萨愣愣道：“你和无数界兽厮杀，令界兽巢穴一片混乱，我从中一步步挣扎爬起，越加强大，甚至最终将重伤的贝迪都吃掉了，我成了最后的王。怎么会？”罗峰喝道：“摩罗萨！”摩罗萨一怔，源自灵魂的绝对崇敬令他连躬身：“主人。”罗峰笑了：“主人，那是什么奴役之法，竟让我没有丝毫察觉就陷入其中了？”摩罗萨连追问，虽说他被奴役，可是记忆却依旧保存完好，自然记得之前发生什么，只是从这刻起，他最服从最遵从的对象便是罗峰了。那叫三星界，一位名叫金的伟大存在所创。罗峰道：“金。”摩罗萨喃喃应道：“对，金。”罗峰点头：“金，晋之神王麾下最擅长奴役的称圣存在，在晋国未曾覆灭前，他便是晋之神王的左膀右臂。单单他麾下奴役军团，便是晋国一支极为神秘强大军团，只可惜最终也伴随着晋国一起消失了。”轰的一下，罗峰小心宇宙内都猛然震荡，一股强大威压扫荡而过，也扫荡过罗峰星辰塔内。罗峰猛然抬头，旁边摩罗萨也被吓得抬头。“是规则。”摩罗萨震惊道。罗峰若有所思，那至高无上的威压扫荡而过，隐隐带着一种警告，那是生死危机的警告。“奴役界兽没这么轻松啊。”罗峰看了眼旁边界兽，心情沉重，他明白界兽代表毁灭，自己奴役界兽，那么自己拥有了奴役界兽王者的可能。界兽王者可是和原始宇宙对立的，代表毁灭本源存在，奴役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，绝对不会轻易让自己成功的。在宇宙周的外围，一块巨大的高速飞行的舱壁碎片上正坐着座山客，他忽然睁开眼，抬头感受着那隐隐波动。“规则，上次我弟子突破引起至高无上的规则，现在又发生什么了？”座山客有些担忧：“难道是界兽王者诞生了，或者是其他影响整个宇宙海大事发生了？”能够引起至高规则有反应的，都必定是大事。遥远清风界深处，在核心之地其中一处昏暗之地中，在无尽昏暗中分散着一头头界兽，这些界兽们有些在彼此厮杀吞吃，有些隐匿着吞吸能量恢复实力，有些在不断逼近猎物狩猎。众多界兽都在为最后的王者而拼着，即便是最弱界兽，为了不死，为了让其他界兽死，都在挣扎着。忽然哗的一下，正在追杀一逃跑界兽的贝迪停下，贝迪其中一头颅嘴边还隐隐有着血迹，他两个头颅都遥遥看向一个方向，喃喃发出声音：“摩罗萨，摩罗萨。”一丑陋抓着一柄斧头界兽也望向一个方向，喃喃自语。两头正在厮杀界兽都停下，隐匿恢复实力界兽们也都睁开眼睛，小心翼翼躲避的弱小界兽们也愣愣看着那一方向。所有界兽都愣住了，不管在干什么，此刻他们都停下了。他们此刻脑海中只有一个名字，
摩罗撒。当十亿接受共同诞生那一刻起，他们注定了需要彼此厮杀吞吃，只有最后一个能活着，所以他们天生彼此能感应，甚至隔得再远也能传递信息。而当摩罗撒被罗峰奴役那一刻，所有接受都感应到了。原本是他们伙伴之一的摩罗撒生命波动发生剧烈转变，所有接受都明白摩罗撒已经被奴役了，无需语言，无需讯息。这一刻所有还活着的接受们都靠彼此的感应，都确定在遥远远处的那摩罗撒已经被奴役，再也不是他们的伙伴，将是他们真正敌人。贝迪仰头发出凄厉怨恨怒吼，那拿着斧头接受也同样仰头怒吼，声音中满是愤怒、怨恨、疯狂。整个接受巢穴在这一刻，所有接受都发出怒吼，他们愤怒，高贵如他们，竟然他们的同伴之一被奴役了，这是对他们生命挑衅，这是绝对不容许的，这是耻辱，所有接受的耻辱该用死亡来洗刷。所有接受都记得不久前摩罗撒传来讯息，那是有关银河领主罗峰的讯息。摩罗撒当时便说已经被银河领主镇压，让他们小心银河领主的星辰塔。放眼宇宙海，其他真身要杀摩罗撒很难，或许还存有一丝可能，可若是奴役，除了最可怕的银河领主外，其他的谁都做不到。加上又被银河领主镇压着，那么奴役摩罗撒的必定是银河领主。银河领主，银河领主。这一刻所有接受都充满无尽怒火，他们都无比仇恨那胆大妄为的银河领主，这一刻他们有了共同敌人。接受们很少会联手，也不屑联手，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彼此厮杀吞吃。可是若是威胁到他们，若是真正惹怒他们，他们还是会联手。而显然银河领主奴役了摩罗撒，便真正惹怒了这无数接受们。凄厉疯狂怒吼在界兽巢穴每一处都响起。星辰塔镇压空间内，罗峰已经收了之前镇压摩罗撒三重力量，因为此刻摩罗撒已然被奴役，从灵魂深处绝对遵从是最值得信任的。主人，摩罗撒恭敬万分，告诉我界兽巢穴的事情。罗峰神色郑重，之前从至高规则的威压，罗峰感觉到一丝即将到来的可怕危险。摩罗撒恭敬道，主人，我首先需要告诉你，在这一次和你交手之前，我向整个界兽巢穴所有界兽都传达了讯息，你的讯息。什么内容啊？罗峰眉头一皱，摩罗撒当即将内容说了一通，罗峰听得面色微变。主人恕罪，摩罗撒连道，当时我充满无尽仇恨，而且也抱有必死之心，自然当时也想要主人也死，所以尽量让他们知道你的可怕。我相信这一定会触动所有接受加速进化，甚至在威胁下他们会联手。罗峰低沉道，继续说。还有在被主人镇压在星辰塔内时，我也传递讯息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毫无反抗之力，便被主人你用星辰塔给吞吸进去镇压了，甚至我连自爆都做不到。摩罗撒道，什么？罗峰拳头都不由一紧，麻烦了，自爆都做不到，显然是让界兽巢穴内的一切界兽清晰明白罗峰是何等可怕。那么应对罗峰这样的威胁，界兽们一定会做好准备。主人，当时我只想报复，所以……摩罗撒焦急道，我知道，不怪你。罗峰摇头，我问你，界兽巢穴内到底有多少界兽，实力层次又是如何？这是罗峰最关心的问题，知己知彼才能做好准备，度过界兽浩劫。摩罗撒此刻自然是知无不言，直接道，整个界兽巢穴当初刚刚诞生时是十亿界兽，那时候所有界兽都是出生状态，也就是一界。罗峰在一旁聆听着，一般33名一阶界兽最终会诞生一名二阶界兽，33名二阶界兽会诞生一名三阶界兽，以此推演。摩罗撒道，最巧的情况是诞生30多名六阶界兽，
他们彼此吞吃，最后活下来的就是最终的王者，将拥有真正代表毁灭本源力量。一旦王者诞生，即使主人你再强也挡不住的。此刻的界兽巢穴最顶尖的应该是四阶界兽，摩拉撒道，当然数量最多的则是二阶界兽。界兽巢穴中界兽总数量约为1000万头。摩拉撒道，1000万？罗峰心中已经计算出大概数字了，可听到摩拉撒所说依旧不由心颤。至少此刻摩罗萨势力的界兽竟然有1000万头，难怪称得上是一场浩劫，难怪连本源意志也是诸多手段寻找一线生机。罗峰心中一动，就迅速推演明白了，33名界兽中能诞生出更高一阶的一头界兽，按照这个比例，10亿一阶界兽会诞生出3000多万二阶界兽，会诞生出100多万三阶界兽，会诞生出30000多四阶界兽，会诞生出1000的五阶界兽，会诞生出30多点六阶界兽。现在界兽巢穴内最强为四阶，主要为二阶。罗峰暗自盘算，的确还在整个界兽演变早期。正常进化，应该要在这一轮回时代快结束时才能诞生最后王者。不过罗峰带来了威胁，却促进这一进化。摩罗萨，罗峰看着面前界兽，界兽实力如何？1阶到6阶分别如何？摩罗萨恭敬道，每进化突破一阶自然更加强大，初诞生时为初始，只有一些最基本手段，想分体逃命，想吞噬小型宇宙本源，这些最基本手段都会的。罗峰感到一阵压力，一旦跨入2阶实力自然更强，并且还多了一种神通，便是染血之法。摩罗萨道，染血之法？罗峰连道，可是你当初双眸射出血光那一招吗？记得当初第一次和摩罗萨交手，自己用宇宙锁链困住他，他却是2颗眼眸射出血光，冲破锁链逃了出去，当时感觉他的实力应该是增加2个层次。摩罗萨恭敬道，正如主人所说，可燃烧体内血液化为血光，令实力暴涨，这是常用战斗手段。之前我遇到主人的老师混沌城主他们，因为我仅仅是2阶，面对他们也倍感吃力，所以也染血数次。罗峰点头，染血之法仅仅消耗血液，不伤根本。摩罗萨道，若是跨入3阶，便有了真正逃命手段借光通道，这一招不施展则罢，一旦施展几乎铁定能逃掉，可以同样伤了根本。就是上一次你沿着一条采光通道瞬间传送离去的手段吗？罗峰还记得。摩罗萨点头，是，那采光其实就是借光，也就是燃烧我体内的借发出的能量，这是时空能量，能够瞬间构造出一条时空通道传送逃离。可燃烧界，界乃是眉头界兽根本。那一次我本想从3阶退回2阶就行了，可没想到主人你也有对时空影响手段，逼得我一直退回到1阶才能逃掉。罗峰若有所思，自己靠一念虚空镇压他，一念虚空可是对空间绝对掌控的，自然能够影响到界光通道。那跨入4阶呢？罗峰连追问。奴役雷界兽就是好，界兽的一切嫡系尽皆明白，明白对方手段，那就可以在禁之世界中大肆兑换，弄到一些克制界兽宝物了。一旦跨入4阶，体内的界更加强大。摩罗萨感慨，无需燃烧，体内界光即可散逸到体外，影响外界，界光分散区域变为界光领域，在界光领域内界兽对领域范围内的掌控大增，且实力会得到加持，而主人你们自然会受到影响。界光领域？罗峰担心起来，这有点像一念虚空啊。若是跨入5阶，便拥有真正蕴含毁灭本源杀招。摩罗萨感慨，界兽从诞生开始一直没有真正杀戮手段，都是一些力量对耗、染血、逃跑等手段，
直至现在终于有了一大杀招，名为毁灭。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势力会有一个超级跃迁。罗峰脸色郑重，多强啊。罗峰追问，一旦施展毁灭，毁灭一颗小型宇宙应该很轻松。摩罗撒道。罗峰沉吟，毁灭真神的小型宇宙需要虚空真神爆发巅峰战力，自己若是借助燃烧神力秘法，借助巫启神、虚影刀、失物语翼等，也能达到这一层次。可怕呀，罗峰心惊，这杀招仅仅是蕴含部分毁灭本源。摩罗撒道，只有真正最终界兽王者才蕴含完整毁灭本源，五阶界兽施展这一杀招也需要付出不小代价，对能量消耗极大，不会轻易舍得施展的。那六阶呢？罗峰追问。第六阶，摩罗撒一怔，缓缓道，一旦有界兽跨入第六阶，那几乎代表其他界兽没有希望了。这头六阶界兽会灭杀一切有威胁的，一切其他有威胁的五阶界兽他会立刻去尽早杀死，只要不蠢笨，最先跨入六阶的几乎必定是最终成为王者的。虽然被奴役，可摩罗撒依旧对界兽王者有着痴迷，毕竟他生来命运就是为了这。罗峰连问，这六阶界兽又有何特殊呢？论实力他比五阶界兽稍微强一些。摩罗撒道，因为他拥有着更加海量力量，所以施展毁灭这一招可以施展次数将极多。那他的特殊呢？罗峰连忙追问道。每一阶界兽都有特殊，六阶也当不例外。分身千万。摩罗撒缓缓道。什么？罗峰脑海一懵。这也是为何一旦最先成为六阶的界兽几乎注定是王者的原因。摩罗撒道，跨入六阶战斗力提升不算大，可却拥有了分身千万这一能力，能轻易分出千万分身，分散在宇宙海各处躲避。他有千万分身，即便你遇到一个和他厮杀杀了他一个分身，对他而言影响也不大。当然千万分身中定有一本尊。摩罗撒道，本尊拥有最强战力，其他分身实力则一般很弱，那些分身并非是为了战斗，而是为了多出保命机会。只要一则分身不死，他的分身都会迅速吸收能量，恢复实力，再度恢复到六阶巅峰。摩罗撒道，这就造成了即便其他上百的五阶界兽联手杀了那本尊，可六阶界兽的分身经过一段时间又会再度现身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